各位同心请就坐，咱今麦要开始上课。咱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叫做潘良华。我有那原住民，但我较爱用原住民啊，哈。台湾的原本的主人，哈，叫原住民。OK，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和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那安尼，这个标题看个，目前咱还无正常，对不？咱拢要破破。啊，有影咱许国民党教了十几年哦，教到头壳拢破去啊。好啊，所以咱今仔日来遮，我来再讲个反洗脑啦。哦，伊个一个本事下伫咱头壳底吼，咱来个洗好清气，个洗出来吼。啊，今仔我那真欢喜，大家肯。了时间开钱，好、哦、来遮了解咱台湾的法律的地位。那么咱所讲的拢讲法律，咱唔是咧讲感情，所以法律有可能大家听起来敢那较枯燥无味吼。啊，那么我尽量用较简短吼，简明扼要，或者扼要安尼来甲大家讲啦吼。那么首先，咱来先了解法律上台湾的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哈。我简单来讲一下哈，就是1895年，因为港澳战争，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约，就是因中国人咧讲的马关条约，为大清的皇帝出着台湾甲澎湖，这是合法的，有签国际条约的哈。唔是讲用偷客，用窃占台湾，唔是哦，哈、哦。台湾一地遮大地面啊，偷客，哦，所以咧讲窃占是好笑哈、哦。后来，过来就是1945年8月15日，因为日本的广岛长崎有美国加牵两粒原子弹，所以8月15日日本天皇全部无条件投降了。伫1952年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来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哈、哦。那么伊的主权嘛是还佫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哈、哦。但、就是无办过户，因为条内底敢若讲放弃，啊嘛无讲要放弃哦，甚物人？哦，这悬空啦，哈、哦。甲台湾暂时无处理。好，那么目前台湾甲澎湖还搁伫占领主要的占领权国，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间哈。但是即马以台湾管理法，委由台湾治理当局，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代管哈。美国即马咧讲台湾，拢讲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因为美国有讲啊，伊统领美国国务院统领驻外使馆哈。拢袂使阁含中华民国的官员伫公开的场合见面，吼，啊嘛袂使称呼中华民国，因为已经断交去啊，所以干来讲讲台湾治理当局，但是伊拢无讲，拢简称台湾，拢讲台湾，哦，这个台湾就咧讲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哈，好。那么咱台湾有足侪问题，好有写差不多100条。那么我今仔提一寡出来讲哈。首先，咱先爱了解到底咱是啥物人，咱是对一国的人，咱是对一族的人，哈。啊，你若无了解，你真有可能会警察做老爸，哈。那么首先来看讲咱台湾哈，主要有分高山族，就是这个浅粉红色的这个哈。过来就是平埔族，台湾族去分啦吼。第一，你先甲分，台湾敢那两种人，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所谓本土台湾人，就是讲自古早咱就祖先就伫遮一直生活落来，遮
啊，要安怎证明？吼，啊，较等下去讲着。你先甲分安尼，吼，本土台湾人，过来就一村的拢总叫做外国人，吼，包括1949年德蒙来台湾这中国难民，因拢号做外国人，吼，包括有一寡来这做生意的，拢外国人，吼。啊，过来那本土台湾人主要就分一个高山族的，吼，分哪些？啊，平埔族住伫较平地，西部平原，吼，这号做平埔族。那么咱来了解讲，咱到底是哪两个族群的人？先大概分类，因高山族本身就有十几族啊。那么咱平埔族嘛有十几种呢。好，啊，咱即马一个一个来讲。宜兰遮有一个克马兰族，哈。那么北部哈台北地区或者凯达格兰族了，哈。就阿扁也嘛甲这个较早总统府头前一条接收路啊改做。为了纪念凯达格兰族，甲改凯达格兰大道吼，这个有些讲个吹箫没加着。好，那么咱桃竹苗即大家就是道卡斯族哈。过来中部这就较复杂，吼，苗栗、彰化，吼啊，台中、南投，包括一部分的云林，或者有帕仔哈、巴子海族哈，啊有帕普拉，啊，这曼布萨，哦，这三族伫只，吼、哦，过来呢，嘉义、云林这部分，这个号叫做红安雅族，哦，这种平埔族个，哈、哦，包括台南地区，只有一族上大族，叫做西拉雅族，哈、哦，平埔族上大族个这族叫做西拉雅族。那么其实西拉雅族一个有两个支族，哈、哦，一个就是分那里高屏地区这个马卡道族。啊，佫一族，伫这个2009年的这个莫拉克吼、哦、八八风灾，迄个灭村的小林村，迄族叫做大满族啦，吼、哦，迄阵别个村五十几个活落来。那么马卡道族啊，真少人咧讲，马卡道族用那西拉雅之族，伊有一部分的语言共款哈。那么，若要记。这个族吼，我有想一部吼，恁一定都会记得的，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火车来弄个包死，安尼就记来吼，这马卡道族吼，我本人就是马卡道族，吼。那么平埔族阁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你若把你的手弯起来，吼，才有一条绳。哦，这个马卡道族、平埔族啦，唔是马卡道族，平埔族拢有这个特色、特征。过来就是你的脚尖头上细肌的咧，你若鼻唇，哦，迄款啊，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啊，过来就是讲，譬如讲轮廓哈，还是肤色哦，讲肤色，就像我这款的哈，乌无乌人遐乌，白无白人遐白。差不多红，差不多十一分色，安尼小可超过达色咧，吼、哦，吼、哦，这是可能平埔族的吼、哦。啊，所以咱拄仔阁转来看者，咱若要找讲咱是对一族的吼、哦，你爱问讲，恁的阿祖的阿祖，较早住伫对，迄差不多清朝以上啊吼、哦，阿祖的阿祖叫做祖啥？太祖哦，我都不要讲伊啊。好，啊是你问恁的阿妈，哦，阿妈阿妈，阿妈阿妈唔爱祖妈，恁祖妈住伫对。有人我看三个，恁祖妈台湾人，有诶三个啊，你，好，是安怎爱问迄个遐久？因为那伊若问最近的吼未准，啥？日本时代开始了未准，是啥？因为日本人来了，十几年了，伊就为北部甲南部，甲你开通一个纵贯线，好无？安尼迁徙就做方便啊。啊，若清朝早期，然后较大条溪，伊就无桥做过吼，啊，所以两岸就未通啊。所以迄阵无啥咧迁徙，啊，若即马迁甲乱七八糟啊，吼、哦。所以你就要问甲恁阿祖迄阵讲因伫对了。好，即马甲搬来到你即马住，
袂使讲你即马住即个所在，哦，你若住伫高边地区，你可能就是马卡到处，唔是哦。即马真侪马卡到处高边地区人走来台北食头路，啊，你袂使讲哦，我伫遮安尼，我可能就是凯达德兰格兰族的，唔是哈。哦 okay， 所以咱来了解讲，咱到底是啥物人？你较袂去认讲哦，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吼、哦，安尼。过来，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或、啊、者有原因哈、哦，就是1952年，哈、哦，这都咱日本甲台湾战败了，签这个旧金山合约了。日本伫美国的主导之下，好、哦，美国要求日本爱跟中华民国来签这个台北合约，好、哦，伊台北合约内底第十条。哦，来这个工商，咱来看哈。伊讲，就本约而言，哈，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朋友所以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啊，你注意看后边个，哦，头前讲啊，都热等啦，重点在后边咧，即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这个就是在讲咱日本的台湾人，吼、哦，咱迄阵，咱阿公阿妈拢日本籍的，吼、哦，因拢受日本教育的，吼、哦，在讲这啦，吼、哦，咱阿公阿妈，包括因所生落来这后代，拢总视同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啊，你会记马英九讲一句的，我把你们当人看，那么伊的心内其实是。你不是人，只是我暂时把你当作人来看呢。哦，所以视为就是其实他不是因中国人啊，哈、哦，不是因的国民啊，只是被暂时为了统治方便，暂时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就是咱家，咱阿公阿妈，国民党1945年10月25日来，就跟咱统治到今嘛，拢把咱当作。中国人啊，其实伊是把咱当作奴隶，咱通咱拢趁钱咧饲哈。好，过来，那么是安怎咱台湾人无国籍？头拄啊，迄暂时是摕着中华民国国籍哈、哦，所以咱啊台湾人要出国，爱暂时摕中华民国迄个车轮牌、迄个护照出国。好啊，尾啊是安怎来，佫变个无国籍去啊？这就是1972年，中日建交，这个中就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头拄喺日华合约是日本跟中华民国签约，但是中日建交了，头拄喺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啊，而且伫头拄啊这个，啊1952年，迄、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这个日本政府，因的法院佮把咱日本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取消掉，所以咱已经丧伫遮就丧失哦，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咱丧失日本的国籍，啊，暂时摕着中华民国国籍，但是来到遮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建交，这个或者。他都伊即马即个建交就以台北合约就失效呀，台北合约失效就咱话中华民国国籍也失效。好、哦，啊，咱原底日本国籍就伫1952年，许日本的法院甲咱取消掉呀。啊，所以说变成讲也无中华民国国籍，也无日本的国籍，所以咱就变无国籍，吼、哦、是安尼来。所以咱秘书长伫2006年10月24日去告美国。在他們的聯邦地方法院 判定本土台灣人無國籍、啊、就是有這裡來的。那麼到底我們台灣人潛在國籍在哪裡、啊、要怎麼恢復這個國籍、啊、我們這裡可以日本的琉球反乱模式來做參考、啊、1969年、啊、那時候日本已經經濟比較好了、啊、較有錢了，所以日本政府跟美國政府參詳協商讲啊，我还阁赔偿你偌济钱，你较要加留去还给我日本。美国迄阵甲开
3亿2000万美金，哈啊，所以日本把这条钱交了，因就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哈，美国政府准把琉球，包括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拢还给日本，哈，好，啊，当时琉球人在美国军政府占领中间。琉球人若要等因较早日本的迄四大岛，哦，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啊，就讲要去东京留学，因遐人爱向美国这个军政府申请这个旅行证件，哦，就头拄好看迄个黄色迄本。即摆又美国占领琉球，煞合作日本的境外啊，哦，已经会使讲无共国啊。所以你要离开琉球，要搁等于恁较早迄个日本国，你要申请类似护照这个旅行证件，好，才能去日本本土啊。OK， 好，那么第琉球法案先后，琉球人就搁恢复因的日本国籍啊。所以咱即马以后就是原来咱爱日本的母国，去跟美国这个占领全国。协商，看爱阁补偿美国偌济钱，因为当初日本军去拍美国的时候，珍珠港事件开始，哈、哦，一直到战这个太平洋战争中间，日本咧用神风特工队去炸这个日本的，那不美国的军舰，哦，真侪拢要炸沉的，啊，无人机要拍了，这款的战争在咱来行，好、哦、啊。爱行偌济，都爱政府甲政府来协商，吼、哦，啊，开当依照类似琉球法案这个模式，吼、哦，咱来登一个甲台湾返还模式，吼、哦，等于日本无国，吼、哦，啊，那咱就恢复日本国籍，哈、哦。过来，国籍各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咱来分听讲，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的优点、缺点，哈、哦。后面先一个国家拢是属地主义，就是你只要伫因迄个国家，甲囡仔生落来，吼、哦，迄、那个国土内底甲囡仔生落来，也是伫个航空器、哦，无人机顶管，也是这个海上的船只顶管，吼、哦，游轮生落来，迄、那个囡仔自然取得那个国家的国籍，哦，叫做属地主义。啊，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就讲你伫迄个所在生落来，你就是迄个国家的人。安尼你大汉了，你会认同这个土地，认同这个国家，会效忠，会爱这个国家土地，吼、哦，有这个好处。但是当吼那许有许中国文化影响到，大部分拢属人主义，伊无论搬去到对生落来，拢讲合作，伊拢华人，拢合作华裔，吼、哦。啊，伫当地那赚到钱，特别甲钱寄等于因原地迄个祖居地。要遐起大厝，要光宗耀祖，吼、哦，比较较袂讲，你移民去到去到别个国家，啊，你伫遐趁钱，你无回馈当地，所以你看像旧金山也好，还是印尼，因拢会排华，就是中国人拢伫 China Town 内底家己自我保护起来，啊，干那顾因家己，嘛要顾，那 China Town 迄个所在，就是那伫美国 China Town 迄个所在，就是上脏乱。的所在，嘿，所以未进步，因未听就当地，未回馈当地，所以跟人家格格不入，不会融入当地的社会，啊、哦。咱过来看，咱台湾人的血统，啊、哦，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对吧？这句咱常听到哈，阿、哦、雄、啊、听到敢那对呢？我不也想想唔对咧，啊！敢那意思，敢那讲，伫咱台湾这人，拢是这唐山公生落来，吼、哦。啊，这唐山公是中国来，无吼、哦，看起是中国来嘛。啊，无唐山嘛，就是讲，即卖阿妈拢是本地的在地嘛，就地取材嘛。但是你甲想讲，较早明朝甲清朝吼。哦因拢有海禁嘛，郑成功因为私人叛变，
引清兵来打这个东瀛王国。那么，又消灭了，我该台拢台死啊，台无死的拢掠了，等于大清。哦，干那小部分可能走落走落深山那里，台无死。OK， 甚至讲到尾啊，连地震讲因遐部将的梦拢搁较开挖，包括衣冠冢拢嘛乌乌起来，拢啊咧乌的是啊，咱本土的本土的兵部族哩问，啊恁唔是入土的啊，那哪会搁较乌个？大清的官员骗咱头人，无啦，这拢较早大清的住民哈，啊即嘛爱家的骨头捡捡开，捡骨。爱去刷灯灯红啊，啊刷灯因大清迄边的故乡，去顶埋葬，吼安尼，开点保保佑因家乡遐的亲族啊，对。啊，这就是考古的由来啦。啊，其实这错误哈，伊就是惊讲你的梦啊，是衣冠冢里只，遐的太不死的啊，佫来佫顶看咱本土台湾人夹夹做伙，啊伊遐做伊一个。根据地，佮开始要反清复明啊，佮大清着佮派兵来打，真麻烦，所以连骨头、衣冠冢拢乌乌长，啊，台湾人煞较恶个。其实，你若想以大清的官员，你看遮个骨头，迄拢叛将嘛，拢叛逆分子，那有可能遐恶劣佮佮你乌乌起来，摕等于大清佮你顶埋葬无？迄伫台湾海峡路。船仔甲大海峡拢轻轻落海个，啊是咱台湾人戆戆煞，甲迄波恶个讲咧捡骨啦，吼、哦，好，啊迄阵咧海禁哪有偌济当初讲个来？迄阵来海禁爱有法度走来台湾，迄种，或者，那毋是做贼个啦，啊是作奸犯科，大清要甲通缉个，只好爱逃亡啊走来遮，吼、哦，啊迄款来遮，大部分身无分文。所以拢做乞食，所以人讲叫做罗汉卡，就是啥物原因？因只是啊去本暗时啊，就是走去砖头的庙，啊庙迄壁拢有画迄个罗汉哈，十八罗汉迄个罗汉，困伫伊个卡，所以叫做罗汉卡，就是为遐来，哦是这个原因，就是乞食意思啦。啊，咱早期咱平埔族是母系社会，妈妈这边是掌握厝里的经济。包括一寡支配的权利，甚至有一句话讲“牵手牵手”，嘛是为平埔族才讲来。牵手母系社会是，你莫给我讲就是查甫去牵查某的手，当来做某，唔是，是母系社会这个女孩子看了较缘投的，还是身体较勇的，会当来到做工过，好啊，就甲牵着手，啊你来做晚安。好，有人讲叫做招翁啊，有无？是母系社会，查某主动去牵这回来厝做伊的翁安尼。但这翁若表现无好，吼，比如无啥会晓做翁过，啊，作贫惰，敢若要食唔讨趁。但这个男孩子若出离开厝去外口做翁过，这个母系社会这个女孩子一定把伊的家当款款的，用草席啊、棉被捆捆的。在下段门口，迄、那个查甫回来，伊若看到伊个物件用宽来滴话，伊就知影他被羞辱了，哦，伊就爱摸来爱，另外过去找所在躲，是安尼呢？所以女孩子足有权利个。啊，你甲想，咱个阿妈，台湾个阿妈，敢有可能去拢会去找唐山公呢？啊，咱台湾阿公拢敢拢死了啊，无通个无台湾阿公啊呢？哦，所以咱用中国人用即句话骗哦。哦，咱的父系拢是中国来，大错特错哈！一点啊，咱来觉醒，吼，咱唔好认贼做老爸，吼。迄阵有来台湾的，拢是0.1%的唐山公娘，99.9%拢要过咱台湾阿公啦，哈。其实唐山公总共有来台湾，吼，十个来了，六个爱死。三个留落，一个回头。即句大声听，我尾也想想嘛，唔对。这个六四吼，就是讲，因为迄阵早期船拢细只，
台湾海峡风影真大，有时啊一个较大风影，迄些只船就规个变过，规船死了了。吼、哦，啊那有诶较平安边境过来，有诶有四个来到台湾，其中一个吼、哦、可能讲啊只水土袂合，伊阁倒去。那么三个留落来，只敢会活落来，真困难诶。咱来以牡丹虾事件做例，当初就是琉球诶，即、這个诶，敢若石原岛遐诶渔民，吼、哦，啊有风台啊吹，海浪啊为迄个东海岸起来，吼、哦，迄、那个满洲诶东边遐爬起来，啊，所以有屏东迄个南台湾族诶，吼、哦，因为五岁甲台死五十几个，剩十二个，吼、哦，有即、這个有一个砖头，我怎么想袂记啊？我那车城呀吼，一个砖头，玻璃哈，玻璃村，迄、那个客家的人家护送来红山护城，尾也甲送登去日本哈。啊，日本就向大清抗议，讲是安那你管辖的这个台湾人原住民，他会台西关日本人，大清甲回讲，迄是化外之地，非我大清所管辖。哦啊、日本就又回问我，啊，若安尼，我要出兵去甲讨伐。大清又回讲，法与不法，由贵国制裁之。哦，你要去甲讨伐，嗯，无，恁家己国家去决定。所以日本迄阵拄啊明治维新，有去向德国学一挂陆军作战的这个学问哈、哦。啊，拄啊咧找无所在通去起兵嘛呢吼、哦，好啊，啊，就准。派三将的，哦，西江中道因派三将的都来啊。啊，为牡丹为车城吼、哦，外海海边还有一个叫做下寮，为起来。那么，伫石门古战场吼、哦，当然就看牡丹社发生战争。啊，咱南台湾族嘛，真够游击战，虽然武器较歹，敢那有迄个标枪啊，啊是弓箭啊，啊个单发的猎枪。啊，日本是正规军呢，冇。三炮啊，也有机关枪嘞。好啊，结果因为当然不计输人，干来这样游击战，但是我那拍那个日本兵，我那拍啊真辛苦。那么真正有战死的吼，日本兵才五六十个呢，但是破病死的哦，五六百以上加几千的，吼，这各个统计拢无同，什么原因会？战死的较少啊，破病死的有较侪，就是因日本人是寒冷的所在大，因唔捌拄着热病，哦，即个病虫害的叫，得蚊啊叮，哦，得登革热，哦，啊，即个食食，哦，小可拄着无卫生的得，可雷拉啦吼，闹塞有诶无诶都拢来，所以定义会再讲，或者水土不服死真侪人，所以日本有即个教训了，尾啊因过来台湾。1995年了，哦，1895年来台湾了，就开始设立热带迄个病学，吼、哦，这个研究，包括研究毒蛇，吼、哦，这方面。啊，为安尼来看，日本人就迄阵因算做卫生的，来台湾就牺牲牺牲只人，登山来无一挂抗体，无对咱只蚊虫无抗体，这三个哦，我啊，干那迄个蚊啊叮着爱死，死甲剩一个啊，吼、哦，所以。登山公来会当留一个落来，算解决啊！哈，所以中国人的基因伫台湾足少的。Okay， 好，过来。那么，咱本土台湾阿公吼，从外，包括今麦台湾人嘛，哈美、哈日、哈韩，哦，早期1950年代、1960年代拢哈美，吼、哦，爱听西洋音乐，吼、哦，爱用美国的音响啥物，吼、哦，买美国的物件，哦啊。迄阵来台大去就是要去美国留学，去留学了差不多十个，差不多九个无转来吼。啊，即马较少年就吼、哦，你若十几年前拢哈日嘛，啊，即几年啊，即五六年哈韩哇。啊，其实这毋是歹代志，所谓崇拜就是讲因的文化、科技、哦，生活水准可能较悬，或者咱来向因学习。当初大清。来台湾，拢派迄个闽南的、吼、哦、福建的、吼、哦，啊派广东的客家遐来，啊所以来遮，因的语言煞变作官方语言，
咱本土台湾的平埔族爱去学因的语言，啊，若较高有语言天才，会当会先开做通译官，都我那算一个真基本的官员。安尼因的薪水也较悬，因的地位较悬，哦，啊，所以大清也好个较好个待遇，所以真济人拢会学，或者闽南话，哦，啊，真济人会学客家话，所以到尾啊，真济台湾人。一代一代传传到尾啊，全拢咧讲中国迄边传大清传来的话。你甲想啦，敢若日本来统治台湾五十冬，你若二十冬甲当作一代，拄啊二点五代。我的爸爸妈妈、吼、哦、阿公阿妈，因老受到日本教育，因遐同学会，大家做伙是都拢讲日语啊，吼、哦，把日语当作第一语言。啊，你甲想？中国人，迄大清的时阵来甲咱管212年，安尼差不多十到要十一代。当然，咱本土平埔族的大部分拢在学闽南话、学客家话去啊。哦，这真自然。然后，家己原地头拄仔讲的迄十几族的主语拢放弃，拢无讲啊。你包括即马强势的或者中。迄、那个用这国语、北京话的对吧？中国人来咱这68年嘛，等于要三代话。你看咱即卖少年呢，即卖台语讲拢袂认得啊。哦，为细汉到幼稚园，都拢北京语咧学啊。看拍开幼幼电视台，嘛是拢北京语的卡通。所以即卖十几岁啊，你叫伊要讲台语，都讲袂认得啊。讲客语嘛，差不多袂晓讲伊。这就是。咱的语言去用同化哈，啊，这完了同化的原因造成咱家的语言流失，包括我今麦所咧讲的，咱讲叫做台语，我认为错误，这不是台语，叫做我今麦咧讲叫做闽南语，是福建简称闽，福建的南部简称叫做闽南所讲的话，好，我的话应该讲叫做马卡道族的话嘛，但是我的马卡道族的话炸了。胖见啊！好，在我等下剩两句啦，一句叫做“塔考”，就是高雄；另外一句叫做“阿考”，就是他在讲阿狗哈。塔考是大狗嘛？其实塔考是讲地下作贼的所在。那阿考我都唔知道翻是啥，但是台语叫做翻做屏东哈，迄、那个阿狗城叫做阿考。那么其实清朝甲咱台湾人是闽化哦，语言啊，还是四官，包括四姓，像我这个姓，我姓潘，这是台清的官员来视察，啊问伊的地方官讲，啊因这族的人是拢姓啥？伊讲无呢，因无姓呢。反正啊，阮的祖先哦，拢爱住伫个溪边、水沟边，所以甲号一个，甲阮号一个名讲啊。姓潘在住伫水边的番，反正河了佫有学问吼。因为阮的祖先爱清气嘛，要洗物件、洗衫裤吼，爱伫个溪边唔太方便吼。迄阵也无自来水啊吼，所以拢嘛爱找有溪边的所在。啊，这个真袂歹啊，有水，下骹有一个田，田顶缘会发米，有无？顶缘一片漂漂的台湾人。你看嘛，伊唔呐树咱呐，包括个树逐破咱呐，连阮迄个树生嘛逐破嘛，我有看阮家个逐破，我讲阮个祖先啊在位福建来，啊拢无甲你讲福建对一个县，啊对对一个村拢无，甲咱讲福建，哦你即马看你就知影讲迄种树生，你讲阿扁啊，还是食中点，若要过迄边找祖先啊，找无啦，迄根本都咱拢用骗伊哈。啊！日本时代同款，日本时代教咱台湾人皇民化，吼、哦，皇民化就是拢食清明，拢学日本，吼、哦，啊，学日语，讲日语，吼、哦，那讲日语的讲做国，恁一家伙那拢在讲日语，或者国语家庭，哈、哦，哎，原来咧教咱变皇民化的这哈、哦，当然你那讲向较先进的国家来学物件，这我可以认同，哈、
啊，但是嘛，袂使甲咱本原原地咱原住民遐语言啊、风俗习惯拢甲碰见哈。好，好，那么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了咱台湾人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好，咱来看战败国荷兰，荷兰迄个郑成功哈，甲拍败。哦，伫1960年，郑成功正式王朝伫安平哈台南遐成立。啊，荷兰人迄阵有2000几个，当然爱撤退，好拢撤退。啊，所以有荷兰人有留基因落来真少。过来，正式王朝迄个大清甲消灭哈，正式王朝拢嘛台北市个嘛拢掠了等于，哈，等于大清。所以正式王朝留来基因也真少。好，大清帝国甲午战争迄个日本拍败，好、哦，大清帝国迄阵派人官员来遮嘛真少，哦，包括有来遮做伙做兵啊啥嘛拢真少，遮人拢爱去等伊。迄阵因签这个马关条约，日本有予伊两年的思考期，恁大清的居民，好、哦，那要留在台湾，予你两年思考，你两年来你会当变卖家产。好、哦，你等于恁代清，啊，两年到，你若不走的，我就把你当作日本臣民，好、哦、来给你管理。好，那么大日本帝国1945年战败了，好、哦，又被美国打败了。迄阵日本有派差不多300,000的军公教人员，包括因的眷属，差不多300,000人，拢去哦，中华民国，好、哦，甲遣送等于因日本本土，所以。日本嘛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有哈有，当然50年有较济，但是嘛到尾也拢讲全抓转去，有留一挂弯生啦、啊，日本人后来台湾娶台湾女孩子啊，所生啦叫做弯生哈，迄、哦、有留一挂落来，但少，完了少哈。那么今暂时是美国委托中华民国咧代理哈、哦，这个来咱家已经68年啊。尤其伫1949年，吼、哦，100几万甲变200万，来即个混血了，即个混血就较严重，吼、哦。你若讲咱来看大日本帝国混血，还是看美国这先进国家混血，这个 OK， 我认为好诶，好、哦，这有优生学优势。但是来混到迄个大清诶居民啊，中国这个三流诶国家吼，啊，这混血就变到歹去啊，吼、哦，所以咱诶水准歹去啊。咱即马说，学中国人感觉拢用骗的，吼、哦！连即马咱较早自以为傲的，咱的食品足安全的，即马也是拢沦陷了，吼、哦！咱拢食一挂俄罗斯的物件落，咱拢唔知影，哎，就是中国的歹文化渗透入来咱台湾了。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填本，即马是安那有足侪安尼做乌乌的，吼、哦，就像安尼。拢敢做到乌色色，啥物原因？你敢知啊？其实日本人做代志一步一卡印，日本人来了靠户籍这个制度哈，户口这个制度，伊个辖区内底有偌济伊个管的人民，伊也知影，唔是像大清来210几年乱七八糟哦，也无咧管。予咱像咧，予咱自生自灭，人因来先人口统计就好。你会晓啥物语言呢？就甲你注明。第一个先分高山甲平埔的吼，高山伊就甲你写生番吼，啊那平埔族的或者熟番吼，平埔族番佫有分青甲色的吼。啊，其实这番吼。是照讲吼，伫清朝就拢甲咱分咱号做藩就对啊。啊，其实这错误啦，因为所谓藩是咧讲外国人，因为你看因中国人，大清因咧讲外国人拢讲红门的叫做红门藩，哦好吧。因是咧讲外国外国人叫做吼、哦、红门藩就对啊哈。啊，外来物件，你甲像讲咱店咧食的物件。番石榴、番茄，这种外国进口入来，
早期拢从外国引进，番麦哈都玉蜀黍、番薯是吧？番啊花，这拢外国来，外国拢叫做番的对吧？啊，1949年为中国走来台湾呢，遐是外来，就讲因叫做番呢。啊，咱住伫本土的，煞咧讲讲番，吼、哦，这唔对嘛哈、哦？啊，你等下暗时啊，去想看卖。啊，过来就是你若要讲什么语言，吼、哦，你若要讲闽南话，伊就给你写福建的。啊，你若要讲客话，给你写广。但是你莫误会哦，你莫叫就讲。你若福啊，你是中国来，所以给你写福啊。你广东来，所以给你写广，错无？伊给你写福写广，就是表示讲你已经袂记你的主语，你敢若剩下讲闽南话的，给你写福啊。你敢若忘记主语，敢若剩下讲客家话的，伊给你写广。其实你嘛是按照头拄讲的哈，你可能拼不出对一类对一族的。并不是讲你是中国来哦，哈、哦，不是恁的祖先中国来，只是因为我们崇尚外国先进的文明，哈、哦，因起码中国，大清来，因有文字，咱所有的兵部族包括高山族，咱无文字，所以咱来学别人的文字，要学别人的文字，都爱学别人的语言，哈、哦，是安尼，啊，所以啊，你也莫看到讲哦，你写熟。啊，是做下生，啊，你就讲自暴自弃，讲啊，我哪会去做番？唔是，番是因外国人称呼咱的，哦，中国人啊，台青的人咧称呼咱叫做番，因咱开明不讲国嘛，对不？啊，这里过来到这里，好、啊，这2月25号，哦、啊，今天28。这个台南市有无？哈、哦，被要求撤销户籍住籍所啊！哦、台南市政府斥责内政部管太多啊、哦！这里、个、一个报道啊、哦，因为日本时代有些说法哈，并非法定原住民族，这是应该你讲的。那日本人伊跟你写安尼，就是照实登陆嘛。那我迄个今年中华民国是干那个高沙遐。啊，包括宜兰迄个克马兰族，加合作，因有认定的原住民啊，除了咱西部平原遮的平埔族，伊拢无认定，吼、哦、啊，所以台南市一直要甲因上大族的这个西拉雅族，要加入因内政部核定的原住民族，结果拢一直袂通过，但是因台南市议会本身有通过，因的西拉雅族是。属于原住民哈，对，阮爹家的主人哈。那么，所湾一直平埔族嘛哈，即马台南、甲高雄、甲屏东县拢有响应，作为个人自我认同，认同我们是本来这里的族人哈，主人。后来，咱来检讨讲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咱拢错甲中华民国当作五国，哈、啊，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那平平讲，啊，我既然是台湾人，就是台湾人，看是日本的台湾人，啊，那讲我台湾人，啊，佫是中国人。啊，那这里我有只爱甲讲就讲，啊，无你规讲我是人，嘛是狗，安尼，哈、啊，所以这里袂通哈，啊，是安那会安尼哈。咱以陈伟林2008年来台湾这个做例，哦，迄阵马英九就规定讲，为汤机场一直到台北市袂使出现中华民国这个车辆旗，所以叫警察咧管制，啊，若有看两人踩中华民国迄旗仔，就甲没收，有诶搁压倒灯，好无？吼、哦，啊，拼咧本土人，啊，咱台湾人，咱这陆军诶吼，今仔读较歹，人因。中华民国现在在收机啊，咧压机啊，咧单分做人，咱袂晓对收对压机啊，单分做人，咱阁摕中华民国机啊咧顶，迄号做咧捍卫中华民国。啊，等到你看台北市的五千旗，
因哪样个哩个？中华民国好贵个，这个建材哩个保护，这个5000基，啊，这是马英九的头家啊，一定。这机啊，爱过好卖有日军的吼，伊个厂内一个搞破，还是个放火烧，哦，迄个对因的老大哥大不敬，所以爱建材保护好吼。啊，这就是咱台湾人头个叛逆吼。好，啊，过来咱以2010年呢，英国伦敦的奥运会做例哈，都开始，因为伦敦奥运会有个中华民国千年旗挂伫遮，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因英国伦敦奥运会抗议了，因阵个千年旗收起，啊，咱台湾人佫去遐咧捍卫中华民国国旗无？啊，即个台湾人用洗脑洗甲真清楚啊，哈，真彻底，啊，即共款啊，爱台湾。三太子在伦敦奥运咧发中华民国千年旗，这三太子哈，奠定三太子，这作代表台湾的民主的哈。起啊，我嘛是希望政治利用，伊阿咧发这个千年旗，这都唔是咱的国家的国旗啊，咱是暂时被代理占领呢，唔是讲已经甲台湾朋友挂念和中华民国无啊，无办过好这手续哈。所以台湾人又洗脑，讲已经把中华民国认同为我国，啊，这就是咱六十八年用洗脑，吼，人因洗脑算洗脑个成功，吼，啊嘛是因为因教育也成功，所以是安怎，咱占85%的台湾人，总统大选拢会选输，哈，就是有一半以上的本土台湾人又洗脑，甲变作伊认同伊是中国人，哈。好，那么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是谁？啊，咱来看，第一是中华民国这个民进党，伊的1999年台湾前途国际文就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哦，这作者来了。以前李登辉咧讲，中华民国在台湾，你还可以看得出，中华民国本来是伫别个所在。伊即马招来伫台湾，吼、哦，迄、那个流亡，还看得到流亡的遗迹迄味道。但是你也看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名叫做中华民国，哇惨啊！头拄仔迄是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即马伊即马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本来讲你要出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即马无卖用送的，好无？你个等于中华民国，台湾等于中华民国，过来。2011年，10月11日，蔡英文伫高雄市，我伊就伊代表民进党咧选中华民国立委总统。伊伫迄个乐冈公园演讲个时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哇，这嘛是赶快咧出卖，吼、哦，弄咧卖，甲台湾用卖，无，唔是卖，连卖拢无卖用送个。你甲想，即、這个党主席蔡英文，即算民进党上 top 的高层的哈。啊，边啊，迄阵你改即个台湾前途结论，伊本去学法律的，伊敢唔知影讲，伊安尼是咧连卖都不卖，用送的。哦、啊，蔡英文也赶快，哦，即作假来了哈。即互咱混淆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人，阵混淆伊。本来蚵仔甲汉字分作清楚的，伊即马用高阶机甲加加咧，哇！你都看不出是蚵仔还是汉字啊，难难做一个呀。好，好，啊，咱真侪嘛是用洗脑的吼，啊，所以咱来改正咱错误认识的咧，咱一个一个来改吼。第一，外省人，讲一句，你若讲外省。安尼，咱叫做本性，或安尼说变人的一性。所以外省人，咱来叫因叫啥？嘿，外国人可以这样讲嘿。但是若要讲较清楚的，这较针对讲叫做中国人哈。咱来甲改做中国人。我拄仔讲过，台湾就敢若两种人，本土台湾人，剩的拢外国人，包括这中国人嘛是外国人。过来，
专线，这句嘛是唔对，啊，咱来改啥？好，对，全台湾对，未使讲全国哦，好，因为咱台湾也唔是国家，好，所以未使讲全国，爱讲全台湾，好，专线你会记，你若较早听电台，专线有房拢有得卖，好，有一句话。哦，专线拢有咧经销，啊，这就错误。咱若讲专线，咱是人中国的一线呀，哈。所以咱来讲全台湾，过来，哦，马英九讲叫咱爱讲兴平哦，做大陆。其实咱来讲啥？嘿，中国正讲的，嘿。马英九，你若讲叫咱爱讲大陆，咱就爱倒边讲，爱讲中国，因为你讲这個大陆。你若甲外国人讲哦，外国人会听无？大家讲做 mainland 哈 ，mainland。OK。那么全世界有六个大陆呢？有北美洲大陆呢，南美洲大陆、澳洲大陆、非洲大陆、欧洲大陆，或者亚洲大陆。你咧讲大陆是咧讲对一个？我去大陆佚佗，啊，你是去对一个大陆？哦，会议啊，那外国人伊真正会议啊。所以袂使讲大陆，嘛是爱讲中国哈。过来，省道爱改啥？对，无唔对，正讲啊。是安怎叫做台线？啊，就讲叫做纵贯线，拢会使。好，台清来管台湾212年，无在条为家人开一条路，纵贯线开落到恒春啊。是日本人来台湾，1895年来，到1905年哦，这条线就差不多开要好个。日本人来哦，差不多15年就甲台湾纵贯线都开了哦，包括铁路也做了。哦，应该铺桥做路哈，即个西罗大桥哇，是日本人，因为条流水溪真大条，日本人。开一条，这是当时是亚洲上长的这个淡水河桥哈、啊，所以，安尼你就知影讲，大清真正误咱台湾，吼、哦，212年无好啊，甲咱治理，佮咱卫生做歹，啊，日本人来，安敢那破病就死啊，啊，省道嘛无外省，因为咱开车嘛爱加油啊，就唔是讲加水会行，讲那加迄条路，那加水车会走，安尼甲钓省道我会认同。赶快爱加油，开始走吼，所以无话性，莫讲性吼。过来，偷渡客，即句敢对？唔对嘛？即句若讲会通吼，因为你若偷渡，绝对是犯法嘛。你若偷渡去美国，偷渡去其他国家，抓到一定得去关，即啊叫做偷渡犯。你若讲。犯法拢叫做客吼，哦，啊那刑事犯拢变刑事客，啊那小偷来恁兜偷摕物件，叫你拄着，啊你咪爱甲拍招，哦，小偷客你来哟、喔，哦，你错误哈，好，啊也偷渡客就是，拢迄阵差不多20年前，台湾经济足好个吼、哦，台湾钱用较白，中国人吼、哦、有听到风声。哦，拢硬是用钱买，叫渔船啊，为平潭，哦，平潭离都离咱台湾上近嘛。福建的外海有一个外岛，一个上大的岛叫做平潭岛，为遐坐渔船啊，来咱新竹的南寮渔港附近遐登陆，啊，无就去到行那个屏东的枋寮啦，哪边为遐登陆起来，偷渡起来。啊，因为因是中国。偷走来偷渡的偷渡犯，啊！即马伫台湾，即个甲咱治理的，即个叫做中华民国，嘛是中国。哦，啊！因煞敢若兄弟呢？哦，阮的故乡的人来遮做客，偷渡来遮做客，好，所以因甲叫做偷渡客。但是咱来，因为咱本土台湾人的看法，因是叫做偷渡犯，哈、哦。咱来安尼了解哦，咱唔好跟中华民国徛共边，唔好徛唔着边。徛伫迄边，就是叫做认贼做老爸哈。好，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
好物件、东西。你主要看，咱来地球你来看啦，东西向的物件吼，生产的物件拢同款，所以拢不是好东西。生产物件一定白给。哦，譬如讲，咱若要赚钱，一定爱卖南北货。咱有讲南北货，南部热带的所在生产的物件，上来北边的日本，哦，咱的水果会当去遐卖足好价钱，山啊，哦，一日就拢几千块一票，好吧？因日本要生迄落芒果真困难，所以咱的热带水果去遐足好赚的。那么咱台湾早期无苹果。附属朋友呐，未来南部的台湾哦，日本人嘛赚着钱。咱的金蕉卖去啊，因无金蕉哦，日本人做爱食咱台湾的金蕉。我差不多四十年前，迄阵去日本，啊，朋友带我去日本的朋友啊，哦，日本人伊用足热诚的心意，请我食一个物件，我看着爱笑啊，要是搁歹势笑，请我食金蕉啊。啊，我趣味嘞，伊今朝甲当作像烟尘安尼切片，也爱签啊吐。但我想起伊是作生意，讲这伫阮日本，这阮上高级的水果嘛，外来啊进口入来，结果讲用切片，像咧食烟尘安尼一片一片吐咧食吼，我看啦，有够好笑的，吼、哦。啊，所以东西向的物件，你有我嘛有，我今日出感嘛。我台湾咧出柑仔出柳丁，中国西平遐嘛咧出柑仔柳丁。伊若运来卖吼，伊绝对比咱较俗个，咱台湾农民包死个。所以东西也拢不是好东西啦，安知无？你啊，无咱有咧啊？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迄、那个物，迄个咧质疑讲啊，你这卖个嘛？你算什么东西啊？哦，你嘛是卖个，好无？无人咧讲你这是什么南北啊？无人咧讲嘛？哦，对吧？啊，今天那边来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要看，哇，寒流，后来要被关到要死啊！哦，啊，无得沙尘暴啊！哦，无沙尘暴，啊，最近最夯的雾霾，哦，你来，迄日头霾也是头霾嘛，哈、哦，个阵可能拍唔到款哦。啊，反正飞下来拢无好物件，吼、哦。过来电线工，这嘛无好。医生讲咱就失败啦，对不对？人1964年，偏偏迄一年，荷兰人去占领纽约的曼哈顿，底下成立一个贸易的港口，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到尾也改名改做纽约。你甲看。为1624年，甲即马纽约全世界第一名都市，上侪人、上老力、上趁钱的都市。同迄年哦，1924年，荷兰人来占台南的安平，好无？伫遐建立一个贸易基地，热遮难城，好无？那卖迄个来吼，咱真正足成功的，咱台南一定变作真正富城。变作可能亚洲上繁华，像即卖纽约，变作亚洲的纽约，就是即个来咱个失败啦，吼，对不？吼、哦，伊若卖甲荷兰人赶走，吼、哦，咱台湾搞不啊，吼、哦，真正像上海较早上海也是香港安尼吼，可能迄阵都无香港，都无上海，都咱台湾规个拢是一个足热闹的大都市啊，吼、哦。过来，大清治台，这浪费了200几吨啊！吼、哦，都200几吨无在条做一条路安尼为家人到乡村啦吼、哦，所以这也无好啦哈、哦。好，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啊，这同款，蒋介石伫1949年，吼、哦、为中国遐引进200万只猪来往咱台湾人吃。啊、我想讲，我做囡仔，看阮爸爸，我伫住庄较大，阮边仔都拢有猪条。啊，阮妈妈因饲猪拢差不多7个月就会当
掠去卖换现金，啊，不如掠来台。怎解少？因来去，到尾两百万只，咱饲68吨安尼也袂太得呢。吼、哦，甲阵咱了个咧纳税金，纳税金咧个饲对吧？啊、哦，所以中华民国伊来台湾，年我1947年2月28日，今仔日，咱的精英30万几人用台，这足夭寿的。吼、哦，即伊知影讲伊要来台湾管台湾管无好管。这些老人，这些有领导能力的人，你若不甲抬死，伊要在台湾徛起困难。所以有计划列名册，吼、哦，掠咱这台湾精英去抬掉，利用228事件吼，林江脉这个未婚的事件，把咱的精英拢抬掉。所以造成台湾的一个知识分子拢断层，好不容易拄啊训练，搁后一代起来，蒋经国要搁利用一届，要搁抬。美国出来动，啊，无美利都事件遐精英佫抬掉去，吼、哦。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即、這个爱佫甲改做海中华民国海台湾，吼、哦。真正恁都害了足惨的，伊若卖来，咱只来足好过；伊若卖来，咱进堪日本，甚至比日本佫较进步。人日本吼、哦、40几年前，人伊都新干线啊，就是高铁。咱前5年他5、6年以前他迄个。阿扁啊，安尼硬用高铁甲做起来吼、哦，你看咱都安尼，咱都万人吼、哦、35年以上啊吼。哦，过、哦、来蒋介石，吼、哦，台湾人吼、哦，有个人咧讲啊，当初甘愿吼、哦，美国牵两粒原子弹在台湾吼，嘛卖先着先接粒石头啊吼，接粒石头，甲今68年也袂煞呢。咱的人民迄个教育，甲拢歹去啊呢！吼、哦，咱啊迄个美国美军、美国人直接你来占领，卖蒋介石因来吼、哦，咱嘛袂遮落魄吼。我说遐来拢不是好东西吼。个、哦、来咱就分听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哦、啊，即伊伫。2004年10月25日，这个前国务卿鲍威尔所讲的哈，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哦，啊，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这个你注意个听，是美国的境外的国内，因为以台湾这个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啊、哦，啊，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即马。由台湾伫咧当局咧代理中，即、這个境外国内就是讲，台湾美国若要来台湾，虽然是境外，伊吼伊也摕美国护照开登入来台湾，但是伊用台湾关系法即个国内法咧甲咱管台湾，好、哦，啊，那么是毋是国家有一个认定的标准？迄、那个有4项哈、哦，第一就是爱有领土，第二爱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权。啊，如果你讲那台湾是一个国家吼，那么台湾国伊要有领土。啊，请问台湾国有领土无？歹势无，即马即块台湾甲澎湖是日本天皇的领土。我、啊、讲有人口，歹势，咱即马这人拢潜在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吼、哦。过来哦，有啦，有政府即马。派一个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不是台湾人的政府哈。啊，有啦，我有23个小朋友国家这个外交官，啊，最近佫判见一个叫做甘比亚，派些，你去甲提伊呢，建交公报来看，拢是中华民国派出的外交部的官员跟人签的，不是你台湾国派出的官员跟人签的，所以台湾国这4项拢无，所以台湾不是国家。好啊，有人讲哇，咱拢拜关公、拜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这个逻辑会通下来。安尼，那信耶稣的，无拢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啊，那信不做释迦牟尼佛的，啊，拢印度人嘛。哦、啊，所以这袂通啊。
过来拢用汉语，就是中国人那安尼，当时朝鲜吼，就是韩国，因嘛是要用汉语，甚至因的首都叫做汉城，安尼韩国人跟中国人嘛唔是啊，包括即卖日本也过来用汉语、汉文，好吧？日本人跟中国人唔是啊，吼，所以这个逻辑也未通，吼。安尼，那用英讲英语的拢英国人，安尼菲律宾的拢英国人，菲律宾拢讲英语啊，吼。好，那么是安怎？咱来成立台湾民政府，哦，咱搁来提琉球，日本的琉球做例，吼。当初1945年4月7日，那个美国的太平洋这个海军上将，这个太平洋舰队司令叫做尼米兹，哦，一派也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攻打琉球，啊，给占领落来，占领了，随设立美国海军琉球军政府，啊了，无久就交予伊个陆军，哦，琉球美军的陆军军政府。那么，伫美国军政府下卡，美国爱找当地琉球的士绅，较亲民来组立，因为琉球民政府，什么原因？就是讲，让因琉球人家己起来，等于自治，管因本身的琉球人，因为琉球人讲日语，美国人讲英语，啊，美国人开车，因为韩多路是倒边，日本人开车，韩多路是正边，啊，日本是左去右回，包括咱即卖高铁也是代替。你甲看，北上，左边上去，右边回来，弄安尼，吼，拢无改哦。啊，你看美国人，伊很多倒边，伊是右去左回啊。安尼，伫路人咧开车，不止嘛烧浪，啊那浪咧，着起火啊。啊，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日语，免啊火。所以着爱琉球人。家己做因个琉球民政府爱亲美的哈，啊来管因琉球人哈，啊但是琉球因本身这个民政府嘛是本身有行政、司法、立法这三权拢有哈，但是因所立的法爱上哦顶管这个美国军政府看过审核，那无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就予你去实施。但是你若咧实施中间若发现有伤害到美国的利益，伊有迄个最高权力，哈，简称高权，把你这个条文废掉，哈。好，啊，咱来简单介绍，2006年，哈，林志升抗美案，哈，好。这个伫10月24日，哈，林志升带228个本土台湾人去抗拒美国，啊，简单来讲。到2008年3月18日，美国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啊，就等于讲可以上诉，哈，哦，因为美国伊有高等各有典范，各者高等法呢，啊，所以咱就各个各去到高等法呢。那么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哈，就是1945年8月15日迄个时间点。日本天皇宣布投无惊投无条件投降，迄天开始，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甲伊的后裔，吼，哦，拢叫做本土台湾人，哈，哦。好，那么来到咱上座了，2009年4月7日，美国联邦高等法院判决，啊，追认无国籍，哈，哦，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佫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台湾人生活在政治联姻当中，哦，因为即卖目前这个政府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啊，佮全世界，敢若22个小国家是中华民国去用钱去共买收的迄个小国家，哈，哦，啊，台湾人生活在政治联姻当中，你可能会无感觉，哇，哦啊，我伫只，啊，有车通去开，有冷气通去吹，有厝好住，我，哦，生活过得很好。但是咱无言论的自由，吼，哦，都歹叫，都除了讲陈水扁，还是李登辉，吼，哦，咧
管台湾这段时间，咱有较袂遐惊吓。春的时间，大家拢还阁有小警种，虽然解严吼，警备总部解除了，咱家己要有一个小警种下伫心内。咱有时咧讲会惊吓，即句讲出来，唔知会用你阿去袂吼？啊，这就是家己自我限缩，吼，自我迄个调整。那么，伫外国人的水准来看台湾，后边的人来看台湾，真正拄啊像咱差不多二十年前咱来看中国，还是咱即马来看北韩，差不多迄、那个。但你早期中国大家拢平常，伊无感觉安怎艰苦，而且即马北韩，好无？大家拢平常，穿同款，伊嘛无感觉讲外歹，甚至因足崇拜因的领袖金正日啊、金日成啊，是金正恩，有无？因迄款呢，就是用洗脑去啊。因在伫政治领域当中，他们不自觉，因拢因的伟大的领导人，哈、哦，同款。阿扁啊，伊嘛咧讲啊，我用关伫他们1.38平啊，或者，哦，我是关较细间尔，啊，恁是关伫台湾岛关较大间尔啦。拢伫政治领域当中啦，吼、哦，讲这意思啊、哦。好，过来，联邦的最高法院伫2009年7月7日受理本案，这最高法院，这是本土台湾人吼，伫、哦、战后头一届向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伊的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甲美国的宪法。所提出的告诉，其实伫2006年10月24日，咱去告美国，美国联邦的地方法院甲咱收件，咱秘书长林志兴就甲咱讲，咱赢一半，啥物原因？因为咱告着人啊，伊甲咱收件，就表示讲美国对台湾朋友有管辖治理权，有司法的管辖治理权。啊，哪有司法管辖治理权？好、哦，其他该有的拢有啊，吼、哦。啊，所以，阮一直过去了到最高法院，吼、哦。然后，无几天后，吼、哦，这个本来被告美国政府的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哇、哦，这代志大条呢。这就说明讲，那以美国法律来讲，就讲被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的，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在对原告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甲叙述的、甲法律的见解，完全正确。吼、哦，国务院全部确认，就是伊知影讲咱个告拢告了对啊，伊讲拢咱讲拢对，伊无已经无会通去甲咱反驳，哦，所以放弃抗辩权。吼、哦，啊，所以佮计差不多过后个啊，伫2009年10月7日。联邦的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就是这个案件暂时无提起继续审理，等待适当的时机，是啥物原因？因为伊爱予美国政府，吼、哦，国务院这边、国防部，因准备好势，嘛爱予咱台湾民政府，予咱来训练4000个人，啊，包括41万份呢，台湾美国军政府所发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好安尼。予咱有基本的支持者，还有4000的接收人员，吼安尼来接管台湾，哈、哦。OK， 啊，这个法院讲要求今后美国政府爱依法正确行事，爱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哦来对待咱台湾，哈、哦。OK， 好。啊，伫2010年7月7日，双方协商，哈、哦。台湾民政府伫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挂牌运作，啊，你注意看这个日期，7月7日，7月7日什么日子？美国的国庆日，好，7月7日嘛是菲律宾的国庆日，因为1946年7月7日伫美国的协助之下，美国和菲律宾独立建国，所以菲律宾的国庆纪念日嘛是7月7日，好，啊，这个日期真有意思，哈、哦，很有意思。过来，咱伫9月7日哈，双方协调，嘛是伫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四季饭店举行挂牌酒会哈。
啊，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吼、哦，拢有国安部拢有派人来驻美方差不多正百个，啊，咱台民警有差不多八十个，吼、哦。你搞看这个伫世纪大饭店，吼、哦，这咱、个、的主席，吼、哦。那么你注意看，这个九月七八，什么日子？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日期，哈、哦，这嘛真有意涵。美国会算这个日期，就是讲咱以后爱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大家来配合，好、哦、来做。好，哇，时间无啥够吼，安尼我看我这个都较跳过了吼、哦。咱即嘛嘛应头训练3500有啊吼。咱有一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这个草案有送予美国，送第三摆，伊有修改两摆了，第三摆送伊较有准了哈。咱是依据这个台湾权利公民权利法案，作为合法本土台湾人公民身份证、甲旅行证件的法源，哎，我这个法案做法源哈，咱开点发台湾政府的这个新闻奖。好，啊，咱来看讲，2011年，咱12月20到23，咱头一届组织150个民政府内阁层的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去参拜39100个台湾英灵，吼、哦，一个慰灵祭。啊，这是咱翕一个纪念的迄个相片。那么你甲看，那一般日本人来到这个靖国神社，吼、哦，伊就分正殿、中殿。来电，咱是迄个以政府的规格甲咱交代吼，咱互交代较，你比中殿，吼、哦，了伊啊祭拜跳箭步，吼、哦，咱的台湾的英灵，是安怎？这的英灵有39000，这拢大部分是替日本天皇建祀的，吼、哦，啊，台湾这英灵会下伫遐，就是表示咱跟日本是同一国的。所以咱替天皇建祀的人拢会这样下底下 ，OK。啊，那么咱真荣幸就是讲，日本用真悬的规格，甲咱交代，咱阁会当入去到内殿上内底，吼、哦，因一般是因内阁，日本的内阁开当入别所在去祭拜咱遐的英灵。啊，这个39100的这个吼，嘛代表讲，你讲像韩国。韩国人嘛，真侪替日本天皇建祀的，吼、哦。那么，因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因就独立出去啊。因就把这英灵拢请回。啊，咱要留底下就是咱台湾跟日本要个连接掉了，吼、哦。啊，那无咱就拢，咱若建国成功，咱就这39900拢请回，请来台湾了，吼、哦。过来。2011年12月23日，好、哦，咱去日本的皇居向日本天皇祝寿伊的圣诞，啊、哦，迄阵78岁的圣诞哈，啊，因为皇居是历史上，哦，这几啊百年来头一届出现日本国旗甲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哦，这过去毋捌发生的啦哈、哦，咱这民政府旗，就变啊一支哈、哦，以前几啊百年来拢干呐。日本的日元旗会当入面啊，迄年吼、哦，咱就开始连续三年，咱已经包括去年2013年，咱搁去，搁较济吼，旗啊搁愈济吼。好，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未来变呐、哦，咱来看一下，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部爱猜测，哦，因为规划是后个月吼四月爱猜测啊，改做指挥部，已经无司令部啊，哈、哦。即马215000的军力吼，上尾也要增进到差不多剩120000人，而、啊、且差不多像自卫队安尼啊，吼，啊，这是美国要甲中华民国的老虎牙拔掉，啊，这军力就是老虎牙的意思哈、啊。好，那么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台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员爱撤退去到对金门、马祖。啊，是福建的平潭岛。好、哦，拄好咱有看到福建平潭岛，就是伫这个福建福州的较小啊东北边，吼、
迄个长乐县的外海有一个叫做平潭岛，吼，这是福建上大一个岛，哈。啊，你看，因伫2011年11月30号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首航，吼，伊台中到平潭干呐3点钟就到，啊，过来2000，就去年的10月7日海峡号平潭到台北港，这里8里哈。首航航程仅2.5小时哈、哦，啊你，伊这个吼、哦，一定载差不多760个人啊，旅客240台车，去年差不多一定运上超过18万人哈、哦。啊，因联合报家己报的报讲，台北港虽然较慢开港，但是运量会比台中港较大，啥物原因？台北管区拢中国人较济啊，中国城吼、哦，所以伊个生意也较好。Okay, 好，那么先讲讲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吼、哦，咱也听了台独代表战争的，就讲啊阿强要甲咱拍，其实唔是，咱来看美国安怎讲吼、哦。这个是美国的前副国务卿叫做佐利克，哈、哦，咱来看哈，哦、这个佐利克伫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来的明确表示，和我讲清楚哈、哦，台湾独立就是战争。这做一个副国务卿哈，以及美国的主要官员，这样的率定哈，甲台独甲战争直接紧密挂钩，这是过去是足罕见的哈、哦。这是中评社香港所讲的哈。哦啊，这个佐利克伊讲，这是因为我甲话阁讲较清楚，独立代表战争，这就代表讲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来打台湾。因为呐，我有讲的，台湾的战争债还袂还，哦，人琉球日本政府已经甲战争债还了啊，所以琉球返还，台湾有两个头家。哦，你注意个听，一个叫做苏宽正的人，叫做日本天皇，啊，一个叫做债权人，就是美国政府。哈、哦，你的战争债，你甲美军拍死，可能经拍灾落来，航空母舰刚唔沉落，你这敢免敢赔？你还袂赔？你得要讲独立出来，凭啥物？哈、哦，就敢那一块土地、哦，我的土地，我来去甲银行借钱，虽然这块土地名还佫我的。但是债权人是银行，你若要来爱我这块土地，你爱替我去把钱还掉，多交吼，安尼唔该当过好你哈、哦。你要独立要付出代价，就是战争债你爱跟人算清楚，你爱先跟美国算清楚了，你过来问看日本天皇要把这块土地卖给咱无？是安怎？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即个真侪咱台湾人已经有受到美式教育、哦、民主自由选举的即个洗礼了，讲叫咱讲袂使公道，哦，即台湾人敢那口气吞袂落，好、哦，啊，啥物原因？好、哦，就是咱呐来，迄阵阿扁啊要通公道，吼、哦，美国是足紧张的。哦，伊阵讲要统独公投，好吧？美国足惊，因为美国知影讲，恁戆台湾人去用洗脑洗到安尼吼，恁若甲2008年，这个谢长廷跟马英九选总统，啊是2012年小英跟马英九选总统，拢是两个独派，哦，去跟一个统派选的对吧？结果咱拢选输呢，尤其谢长廷迄届，咱输200几万票。到小英，虽然三只小猪，哦，声势真好，就讲稳赢的，结果咱阁输80万票。哦，美国算准准，你若甲这两场甲当作统独公投，哇，咱输呢，吼、哦，所以咱美国甲咱当不好，咱公道这个原因。
啊，像啊美国要叫咱训练四千人吼，这拄啊秘书长讲，啊，佫有41万份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啊，这跳过了哈。好，佮来咱来看讲，美军占领台湾有甚物法律的依据？哈，啊，有甚物迹象？这头一个就是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这就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了。在1945年的8月17日，由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的9月7日，迄阵在东京的东京湾的密苏里舰店员签受降书迄天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哦，来接受在台湾的日军的导航，你最好命令蒋介石，表示有位阶高低的差别哈、哦。因为杜鲁门总统是迄阵所有的盟军的总司令统帅哈、哦，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区的元帅，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元帅啊、哦，所以杜鲁门总统查这条一号命令哈。哦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来载台，把日本军吼伫台湾遮个武器爱收起来，吼缴械。啊，你注意看，当时这个发布这个命令，当时嘛发布吼苏联，迄阵的东北，中国的东北，包括北纬38度线以北北朝鲜，爱向苏联吼苏维埃。苏联的远东军区的总司令来导航，头前有挂一个名，叫做苏联这个国名。命令蒋介石用干那伊个人的名，头前无挂中华民国，啥物原因？其实就是讲，迄个当时导航日本导航了，1945年9月7日迄天，代表这个中国政府。代表中国政府系的一个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有一个延安的毛泽东政府，搁一个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搁有一个满洲国政府，哇，这四个，美国要叫做一个代表中国，哦、所以暂时用以个人的名义，蒋介石代表民军来。啊，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有权分配盟军占领区。咱当初台湾甲澎湖，包括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就是北越，拢爱向蒋介石导航。哈、啊，这就是美国，伊是主要占领全国，伊是征服者，伊较有权力来分配占领区。哈、啊，无奈毋是苏联的分配。就是因为伊是盟军，所有盟军的最高统帅哈。好，那么第二个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在1952年7月入被生效，迄讲是要求日本爱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没有办国务哈，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就敢那讲，比如你有一块土地，一家地，啊，我甲你租5栋，啊，一栋。10万，我交50万做一届交易，签契约，吼、哦，迄天契约签好生效，就是你放弃你的那块土地的地上管辖权。我潘良华要带店员种金蕉、种山啊、种荔枝，就在我种的，你袂使甲我干涉，吼、哦。但是5年若到，你若不爱去租我，吼、哦，你就收回你的管辖治理权了。那么即马就是因为。日本天皇因为战败，啊无也无钱吼，无甲战争再形成，所以暂时甲台湾、甲澎湖，互美国军事占领，吼、哦、等于甲他放弃管辖治理权。因为伊这个条约签，并无讲像割让，你讲马关条约割让，割让就敢那买卖，有卖，要有买方，唔好做买卖。啊！你这两个动作买卖，啊有放弃，啊他也无收受过。你有卖，啊那也无人买，买住伫底，无啊，无法度办过户。所以即卖是干呐？暂时这个管辖治理权被限制，哈、哦。
啊，所以那单单日本美国政府有钱了，咱他要个要求美国政府甲日本政府来协商，看爱赔偿偌济钱，咱依照这个台湾反乱的方式哈、哦，来回归大日本帝国哈、哦。好，啊，今天的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明仔时间再去讲哈。多谢，好，下课，谢谢。啊，各位同事，咱下课休困。啊，餐厅遐吼点心会当食，餐厅那边有点心可以吃。好，下课休息，谢谢。